蛙桂不但是台湾的在地美食，更是老一辈台湾人的美食记忆。台北的街头因为都市发展的关系，已鲜少出现这样古早味的食物，而拥有多家分店的小南正记台南蛙桂正努力地保持这份传统。小南正记台南蛙桂带着讲究的精神，用心地将每一份蛙桂做到最完美。别看这小小一碗，却盛装着旧时的记忆。咖啡色的表面，剔透中隐约可看见深藏的配料，再淋上黑亮的酱油膏，看了都不禁垂涎呢。当咸蛋黄、瘦肉、虾仁与红葱头肉燥遇见了店家自制的大蒜泥，只能任凭活灵活现的食材在味蕾里无限回旋了。想更加了解台湾小吃，就到小南正记台南蛙桂体验一番咯。